大阿里山山区是全国海拔1000公尺以上高山地上大的山区，为了要传承这地技术，含各地青龙对优质高山地的兴趣，中华民国这地职业合工会伫石岛举办阿里山乌龙地新船长这地比赛，有来自全国50组地农参赛。刘明是真老热，每个嘉义县的这地产业会当讲非常蓬勃发展。啊，这个发展内底啊，整个嘉义县的高山茶怎么样？大家互相会当交流，然后让所有的这个制茶好手可以到嘉义来。啊，球迷买单来带动嘉义地的知名度，包括嘉义茶在整个制茶技术，包括栽种技术上处于领导地位。所以我想今天你办这个比赛。是最重要的因为会当透过这个比赛让全国10几县市才有3地的制茶好手，会当来咱阿里山的山顶然后来伫这个所在大家来比赛我想这个薪火相传、幸福回甘，绝对是一个让嘉义县的茶叶可以在往上升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活动。翁章良讲。茶叶是嘉义县上重要经济作物之一，产业发展已经由产至销，加上观光的深度旅游，县府为了促进大阿里山山区农村永续发展和产业活化再生，特别要甲茶文化和艺文、音乐等等的结合，推出特有的嘉义茶文化来发展观光。大雄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